握住自己的胸膛，放在他的胸口，感受到胸膛，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你感觉你的胸膛熔岩一般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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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像熔岩一般，它的炙热像烟花绽放一般，啪啪啪啪，去！哎呀，还好有个体己的人来了。我那三个儿子啊，就一个也不随我，都像他爸爸一样，干烘烘，冷冰冰。倒是这两年修儿有我当年那一点风范，蛮活泼可爱的。啊，爹娘结婚多少年了？还有八个月就25年喽。银婚啊！你说你爹他心里也没点点数，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了，是不是？一把年纪了还是没有学会说些情浓蜜语贴心暖人的话。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一样，就也很向往那个画本子里面写的呀，那唱台上戏文唱的，那种让人心动的感觉，就也很向往那个像啊牛板筋一样咬不烂的爱情。哎呦，这现实就是狠狠的打你一棒，什么完美的男人都死光。那怎么办啊？要有个好处。这个脚低一开高走，这一开始吧对他也没有什么期望，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久了之后，哎，慢慢的你发现他身上还有一些优点，还蛮可爱的，慢慢慢慢的也就觉得不错。大概这个就叫婚姻。哎，我现在跟小傻子不是真夫妻，不是有情人，也不是亲兄弟，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？幼儿，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怎么驾驭夫君啊？我这情况确实有点特殊。是，娘亲是过来人，也比较理解你。你现在这个情况嘛，是你前所未有没有面临的选项。但是呀，娘就教你一招。你过来，跟我一样，你要记住对付男人。他一定要有超强的集中力，你要记着，你要集中，但是你不要放松。哎，男人跟女人要相互依赖，晓得吧？相互才是健康的情侣关系。哎，我也知道，是吧？我家修儿呢，现在目前为止的能力只够关心他自己一个人，但他是我亲生儿子呀，他是从我肚皮里出来的啊，娘亲很了解他，他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啊。他就变了，他就长大了，他就想谈恋爱了，和小羞羞谈恋爱，那怎么不可以嘛？结了婚再恋爱是很常见的事情，结了婚以后慢慢了解，体会对方的好，你想想看，他那带有温柔笑容的脸庞，他握着你的手，那掌心的温度，那才是爱情的感觉。妈妈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，老开心了。夫人到。夫人，老爷。不是。谢老爷。夫人。今日如此装扮，恍若如梦，回到了25年前咱们初见的那一天。亏得老爷还记得，这得感谢幽儿。你说我们公家是不是祖坟冒青烟呢？可以取得这样一个贤良淑德、蕙质兰心、温柔可人的好儿媳妇儿，贴心贴心。坐，儿子们坐。爹最疼爱的莫过于娘，娘苦心培养、精心照顾的三个儿子，真是成世之宝，不劳之劳，令人感动啊！夫人，今日高兴，咱就破例一次。自然自然，今天老爷的寿辰，您高兴就好。
再说，都是自家人，也没有外人。来，孩儿们，不醉不归。爹，好，祝您日月长明，松柏长青。爹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。愿玉皇大帝保佑您，妈祖月老照顾您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花天酒地啊，黄金遍地。娘子，二弟弟，三弟弟，你们说的都太平常了，都没有我做的功课多。爹，秀儿祝您一路福星，琴瑟百年，富文绝硕，昭鼎其中，春轩并茂，福波耀硕，颂满饶歌，寿世文章，郎郎长春，寿天海屋，桃李迎墙，春酒借梅，永息难老。嗯，好，还是我老大有文采。小羞羞真是流动的祝词大典，相当的学神学魔。好，孩子们都有心了，来，咱们共同举杯。老爷啊，这还有我。夫人，祝老爷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夫人，干，坐。来来来，爹趁着高兴，我就交代几句。幼儿刚嫁咱们公家，总难免有些不适之处，这都是人之常情，大家要彼此多多理解包容，一家人和美至上。是是，纵使之前有何过节，也都烟消云散了。二弟三弟最懂礼数了，自然以后不会有什么过节。我们公家向来家规森严，天下谁不知晓，体面礼节，像我公允寒。老三啊，娘亲是怎么教你的？嗯，吃饭不要放屁，睡觉不要打呼。你好歹是个名门正派的公子，是不是有失礼节啊？娘，是二弟弟放的，真丑。相公，这个不能胡说，二弟那么体面的人怎么会放屁？就像我们这种生意派来的不懂规矩的人才会公然排气。不对，就是二弟弟放的，响声都是从他那里传来的，臭气也是。娘，大哥说的对，明明是二哥放的，干嘛赖我？行行行，你也真的是，你爹受着是不是？赶紧吃饭。爹，娘，孩身体小有不适，先行告退。这寿辰刚刚开始，你就要走，不太合适吧？我去去再来。行行行行，这早去早回啊！二弟弟，你放屁去了吧？公家新法要是在我手上，没准可以要挟他们名正言顺的退婚。如果那个龚守正真的心怀不轨，也算是给龚家铲除一个败类。如果他真是为了安慰女儿，也算是帮他一把，还能拿到帮小羞羞治病的药方，一举两得。娘子，这桃花可不能随便往头上戴，尤其是这种破烂了的桃花，你以后要是遇到别的女生也……为什么呀？这桃花又香又漂亮，跟娘子一样。你跟我去地道吧，咱们玩个游戏，你一定要100%全力配合我，好不好？游戏？好啊好啊，配合你。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哎，哼，大公子请。哎，哎哎哎！啊！嗯。这地方不错啊，有点意思。哇，
哎，这里面还有个房间吧？有。那你把它打开吧，我们玩捉鬼的游戏，多一个房间，多一份乐趣。好啊，那。娘子，起开。好。没开。还是没开。我骗你的。娘子，把眼睛闭上。出嫁时，我爹送给我的。娘子别伤心，小舅舅帮你找。嗯，应该是就在院子那片池塘了。相公，你去帮我找一下吧。好。哎，相公，等一下。相公。那。你对我最好了。你要是找不到的话，我会很伤心的。娘子放心，小舅舅一定能找到。走了，去吧去吧。好，去吧。你先把药方给我，你去安抚的你的女儿，我去威胁他们，事成之后一拍两散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走，大哥。走走走走走。相公，你躲好了。嘘，二弟，我和你大哥玩捉迷藏的游戏呢。哦。哎，你来干嘛呀？高恩大嫂，今日酒席，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？二弟，我要是给你下药了，岂会只有你一人？我猜不出来。你在我酒杯里抹了药。哼，二弟，你任重道丧又有文化，你尽管猜去啊。我来不是跟你吵架的。今日爹也说了，大嫂以后只要敬重我大哥，不轻看他，不欺负他。不挑拨我们兄弟关系，自当和睦相处。今日之事，我既往不咎。那我要偏不同意呢？简单，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，但着实有些耐心。那咱们就在这好好讲讲道理，直到找到解决的方法为止。走吧，找大哥去。二弟，你知不知道你身后都有一尊金光闪闪的唐僧幻影了？行行行，你牛，你厉害，我怕，我服了你了，行了吧？那希望大嫂能够信守诺言，安分守己。以后敬重你大哥，敬重你兄弟俩，敬重你全家，通通的答应你。走走走，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趁我现在头脑发热，嘴不臭，脑子糊涂，答应你了。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可分分钟就反悔了。
自是如此，远寒不多打扰。二弟，慢走啊。 说话就跑，一点大动静，甚至连门轻易都没有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动手！以后跟你说，走！啊！怎么办？现在我被发现了，我没有武器了，还回去吧。啊！谁？对，住了！少奶奶！你别出声！拱手正。 少奶奶在我手上，如果你进来的话，我即刻焚烧秘籍，就对少奶奶不客气了。宫守正，我还怕你威胁不成？哼，既然已被你发现，我就实话跟你说，我只是想翻看一下秘籍，了却我平生夙愿。一刻钟之后，我就会带着少奶奶出来，束手就擒。宫守正。 命令带着大嫂和房无伤的出来，还能留你一命。笑话，希望二公子不要轻举妄动。走开，走开，都走开！别动！小姐，哎呦，让开！哎呦，少正。 怎么会是你？你在我公家20年，我视你为手足，可曾有一处亏待过你？你到底图谋为何？你若想看公家新法，你与老爷明说便是。老爷定然会待你前去，你明明心中明白，为什么还要坚持我的幼儿？老爷，夫人，我是受公家之恩，从未忘记。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只是想见我女儿一面。我不求老爷和夫人能够原谅我，我只想说，我从未有谋害公家之心。宫如意两年前就过世了，秘籍失效，要的安危失重。你若还介意我们曾经的主仆情谊，放下你手中的凶器，秘籍你拿去。 千万不要杀我幼儿的性命啊！幼儿，你别动，都别动！爹，屋里还有同伙。
刚才宫守生挟持我的时候，植物里还有一个人，黑袍子背对着我们。 方才宫守正劫持一梦，正是为引我们注意，令其趁乱逃走。我问你，这本心法，宫守正是不是丢给那黑袍人？对。如此，宫守正的所为就说得通了。可是，时间这么短，看了心法又如何？这世上有些人聪明无比，能过目不忘，有人一刻钟，所以让他背诵下来。江湖传说。 爱德一书既是这般武学奇才，他不敢正面进攻咱宫家，定于打入内奸，但千想万想，却没想到是宫守正。好在孩儿早有打算，这本宫家心法乃是假制。哦，真的？小熊熊，相公，什么？ 跳死在你去了！娘子，我在池子边上找了好久都找不着，我以为掉到池子里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找不到就算了，你跟我说一声就是了。娘子，要不我找，我就得找到呀。哎呀，你快生了，快生了，先生了再说。先生，还好娘子给我画像，我有事。是你没关系，我再给你画，你先上来。啊。 手都变成那样了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这是什么？我刚才在河里找不到耳环，但是我找到这两颗鹅卵石，漂亮吧，白白的。娘子，就让它们暂时代替你的耳环吧，我明天再到这里来找。 娘子，别担心了，小啾啾没事儿。大吃比赛，开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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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赢了，你永远都吃不胖，你永远都是个丑八怪。行了，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就是个漏斗胃，怎么吃都吃不胖。我。 吃点全浪费啊！魔医在此。 兄弟们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一路继续摸查宫家的情况，寻机将余胜优带回来，另乘一路前往圣医派。去圣医派做什么？
听命便是。小狼，你吃一点好不好？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昨天吃的就少，脸上的小褶子比平时都多了好几条。阿姨，我出门买糕点，一不小心买了好多，特地带来给你尝尝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味道绝了，我那项上人头给你担保，好吃。没想到二弟这儿挺干净、挺精致的嘛，想不到二弟心思如此娟秀。大嫂向来心直口快、伶牙俐齿，怎么今天来认个错，却如此拐弯抹角？我认错？哎呀，我认什么错啊？我一颗赤胆忠心被当做驴肝肺，我也是很无辜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位不知道是王兄还是八兄，真别吃啊！等他长到脸盆那么大的时候，我给他介绍对象，好不好？别小看小王，他可有长情之心了，养好了能把你送走。再这么下去我才是二梗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已经活了20年了，怎么那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？是吗？我有吗？你看又相信了。哎，我真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遇上对的人是好事，遇上心怀不轨之人便是祸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这个赤胆忠心随意轻信他人的恶行已经持续20年了，怎么能说改就改啊？大嫂还是大嫂，不用没说过的话生气，也不用没做过的事负累。这一次啊，既收下教训，改过不吝，既往不咎。你说话能不能简单粗暴一点？一跟你沟通到关键时刻就有障碍。翻译过来就是原谅你了，恢复原状，出门左转，慢走不送。四字狂魔，走啦，小王八。好，好，好！小三弟弟，你这武艺、这身姿、这出手的力量和速度，不出3秒啊，不，1秒，定会攀升至公家第一、武林第一。全军第一！行了，你都在这儿拍我一刻钟马屁了，马受得了，人可受不了。我是真没脾气了，就是爹那边不好说，听说要对你行家法。家法？哪样事的家法？你们要对我这么一个柔弱如水的女子做什么？我这薄如蝉翼的脸皮，惩罚有998是一种套路，非得用这种最伤感情、最伤颜面的方式吗？我堂堂身1000斤、豪情仗义的女侠，嫉恶如仇、遭奸人所害的女英雄，手杖居然被爱德一书策反，这也不能责怪优儿，她也只是中计而已。老爷，那可不行啊！错必罚，误必惩。难道我们刚刚建立的婆媳情谊就要这么破裂了吗？施家法。不要打我娘子，你们不行，不可以。相公，秋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谁给你通通风报的信啊？不能打我娘子，我看你们谁敢。这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呀。我不管，就是不能伤害娘子。我来。秀儿，你可自愿替你娘子受罚？我愿意。夫人，老爷，你忘了我们公家的规矩了。这娘子要是犯了错，相公自然是可以代为受过的，是吧？施家法。小优秀，很疼的。
没事，娘子。等等，秀儿，行家法时不可用内功相抗。秀儿明白。走进来，使劲打。你上次跟我说，痛痛背，疼疼眉，管用吗？这样说，你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？娘子，我不疼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上次去抓一条蛇，然后被蛇咬了屁股，然后蛇死了。大夫说是我吃了太多的药，不仅屁股有毒，而且也不怕疼了。胡说！你什么时候也学会骗人了？娘子，你别哭了，你还是笑起来好看。我太笨了，被人骗，害了你们全家，真是没脸见人了。娘子，你别难过了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有小秋秋保护你。小傻瓜，看你挨打，我感觉自己所有的脑细胞都融化了，就像被人吊打了一样难受。娘子，你真爱小秋秋，娘子真温暖，小秋秋要跟娘子永远在一起。怎么办？脆弱不堪的一面，自己都厌恶的狼狈，在你面前却可以完全都展现出来。我对这小傻子的喜欢，过头到有些无法自拔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第一次觉得有一个相公真好。为什么呀，小姐？回想起来，宫夫人和宫老爷虽然要惩罚考验我，但危机时刻还是觉得我比他们传家珍宝还要重要。像老二老三，平时把他们修理得这么惨，关键时刻他们还是拼了命的保护我。还有小傻子，更是全心全意的为我好。那小姐，你还想离开宫家吗？我不知道，至少这一刻，我希望时间就停在这里。爹娘，有宫守正的下落了。这么快？那天晚上是先让叶来准备好的特殊刨花油涂抹于双手，趁他逃离时已善机之。还击时沾染着特殊刨花油，这刨花油气味独特，只需循着气味线索前去追查。他现在何处？守月山庄。守月山庄？十三王子，难道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？十三王子创立的守月山庄，一直收留各种没落浪人、落难豪客，却从不参与江湖斗争，淡泊名利，乐得其所，天下皆知。宫守正投奔守月山庄，只是为了隐藏身份前去避难。看来我们要去一趟守卫山庄了。我也要去。幽儿，你凑什么热闹呢？祸是我惹的，我得弥补。一想到他骗我的样子，我就恨不得亲手剁了他。大嫂，这事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虽然我武艺不精，但好歹我是圣医派的弟子，我还可以制药食毒，照顾他们安全，我还可以帮你们化妆易容，秘密行动。幼儿这点倒是不错，他的化妆技术啊确实值得相信，相信易容也不错。老爷，我觉得这一家人出去也挺好的，互相照应一下。嗯，老二老三，你们俩向我保证啊，确保大嫂的安全，听到没有？是是。哎，你最后一次去到江湖是什么时候啊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，请问娘子要去的是谁的江湖呀？你这个回答也太大智慧了，我也不知道要去谁的江湖。那娘子，你可要挑好了才能去。险恶之人的江湖必定险恶，豁达之人的江湖必定一片豁达。
有没有这么复杂啊？娘子，你放心，不管娘子去样是谁的江湖，小修修都跟着。那到了外面，你可得听我的。三从四德，我都记下了。什么？他不能去？大哥只能待在家里，你就执意带上他，那你也留下。凭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武功比他高？哎，要不你俩比划比划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觉得我管不住他，会惹祸？大嫂，公家这样的门庭自有无奈之处，大哥不能去，这也是爹娘的意思。你好好想想就明白了。是为什么？面子，纯属面子。他们怕他这番模样出去伤及了公家的体面。小姐，还是咱们圣衣派好，自由自在，没有拘束。嗯。最近江湖老不太平了，听说好几个门派都被鬼域门的给灭了门，也不知道我爹师哥师嫂他们怎么样了。还有这个小傻子，不能带他去，可不能伤了他的自尊心。夫人，看看，幼儿寄来，什么都像你。你看，你看，把我们家孩子打成啥样了，鼻子都流血了。我没错，是他们不讲道义在先。我娘说了，出门在外全靠道义，身弱气散，壮士断腕。反了，反了，哪儿学来的这些脾气啊？我再不教训你，真要成为混世魔王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咱们家规矩第一条，绝对不能家暴，更不能对孩子动粗，我都仔细盘问过了，是你，你，还有你，你们先动的手。幽儿，只是正当还击。幽儿是个女孩，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？没有一点门派闺女的样子。这个家，到底谁说了算？谁说了算？走吧，回家做饭去，来走。吃核桃。如今圣衣派危如累卵，我只希望幼儿嫁到公家，她能有个安稳的归宿。前面就是圣衣派，快将尊主赐的千草丸服下，兵分两路。你们怎么还不走？那些机关只能挡得了一时。趁现在有时间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兴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师父对我们有恩，师父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。师父，我们绝不会自行逃跑，苟且偷生。鬼域的人马上就到，你们要陪着师父送命吗？啊，你们的妻儿家小怎么办？有安排，他没有自保计划。自入圣衣派去，就有了荣辱共当的觉悟。
务必抓活的。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鬼玉门杀帖，杀必尽。想跑，杀！第一个，跑！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看，是时候开启幺二大法了。师妹们，躲开！停！有埋伏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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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，快走啊！哎，不行，只有你们走了，先走，其他人才能得救啊！你们快走啊，走，走吧，走，快走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呀。本来想着一起出去玩，结果突然想起来，一年前我跟月老许了个愿，要找一个好相公。现在到了要还愿的时候，我得回一趟圣医派，所以伤心。娘子，你别伤心了，我陪你一起回圣医派就行。不行，月老说了，只能我一个人去。我可是发了毒誓的，我要是不回去还愿的话，就得烂眼睛、烂舌根、烂肚子，五雷轰顶，七窍生烟。娘子，你别说了，太可怕了。娘子，我自己在公家给月老上香就是。你别急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十天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十天，一天十二个时辰。100克，300盏茶。你去十天，就是120个时辰，1000个时刻，3000盏茶的时间啊！3000盏茶的时间见不到娘子啊！3000，没有那么多。你好好看家，我虔诚还愿。我们分开时各自努力，合体时才能天下无敌。我不要什么天下无敌。我只要和娘子在一起，小熊熊现在太难过了，痛彻心里，愁肠百结。你这些比喻太消沉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久别重逢后，仍是你的娘子，好不好？娘子，我给你刻了花生。还没来得及上色，拿着。十天回来，让你自己给他们添上喜欢的颜色，好吗？